咱家小伙伴想让我挑战一天只吃蛋制的食物，我这么宠粉必须安排。哎呦我，你倒是快点开始，咱家小伙伴的小惊喜早就准备好了，那还等啥呢？捞它。早上起床我们先来一盘美味的蛋饺。然后我们再来一杯热乎乎的紫菜蛋花汤。到了中午我们先来一盒轩妈家的蛋黄酥，这金黄金黄的看着就不错啊。这里面不光有雪媚娘，连鸭蛋黄都是整个打碎融入黄油的。软糯的红豆，咸咸的海鸭蛋黄，有那么好吃吗？光顾自己吃，我尝尝。奶香味十足，超赞。然后再来一个酥酥脆脆的蛋酥卷儿。到了晚上我们就来个刚出炉的蛋挞。最后我们来一根拔凉拔凉的一个鸡蛋雪糕。今天真的是鸡飞蛋打